可以展示的动作了。那么这一次音乐节当中呢，我们准备了三台笔电，要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分享一下。各位现场朋友们，赶快拿起的相机，捕捉一张最美丽的画面哦。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台笔记型电脑，它的名字叫做 Inspiron 14Z Ultrabook。搭载最新第三代英特尔 i5 处理器和 AMD EGB 独立显卡，配备14寸高画质 LED 屏幕、DDD 光碟机、Tel Max Max Audio 的专业音效系统，搭配 Google Canyon 喇叭。它亲民的价格是消费者入手第一台 Ultrabook 的最佳选择。紧接着登场的是 XPS14 Ultrabook 超薄边框设计，13寸的机身，装载14寸的荧幕膜，不到2秒即可快速启动，并有长达10小时的超强续航力，让你随心所欲执行各项任务。最后登场的是 Inspiron15R G 版，搭配第三代 Intel i5 处理器，一台配 NVIDIA 二级独立显卡，巅峰动力无可匹敌 ，Backspace Audio 的专业音效系统，搭配 Strong Canyon 喇叭，震撼声势，淘汰专属。以上就是在这些应用展当中，我们戴尔为各位全新推出的笔记型电脑。欢迎各位活动结束以后移动的脚步到我们的摊位区。当然，在这次活动当中，我们除了这三台电脑之外呢，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机种，让大家一起来怎么样呢试用？因为无论你是哪一种人呢，我们戴尔都有为你量身。